踏入新的一年，今年第一次出游的地点是宿务。作为菲律宾第二大的城市，再加上由百多个岛屿所组成的特殊地理位置，宿务不仅是浮潜的圣地，而令人对当地海底生态大开眼界。其周遭更充斥着不少游山玩水的好去处，除了可沿途观赏景色宜人的风景外，同时又可以体验紧张刺激的活动。宿务附近的岛屿亦有不少吸引游客的景点，譬如到薄荷岛上一岛由过千个圆形小山丘所组成的朱古力山，又或者在河游船上悠哉悠哉地用餐。如果够胆量的话，可以玩一些刺激肾上腺的活动，再不是就近距离观察当地各宝级的稀有动物，或者到超过400年历史的星毛毛原最大教堂，探索当地最古老的珊瑚石建造教堂所蕴藏的宗教历史。你准备好没？我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又是我咸蛋哥。而家是下昼的两点钟，我到了士固机场。今天是2024年1月7日，第一日在菲律宾啊。而家当地气温是31度，同大马系差不多一样。加上呢度冇时差，基本上是冇咩分别噶。呢个是我哋的晏餐，悭悭地食啊。呢个是我哋的司机大佬咯。好啦，呢个就是我哋租的车啊。呢个咩仔咁？現在是5:48，到了今晚夜落腳的地方。今天凌晨就去機場，跟住坐了幾個鐘頭飛機，又坐了幾個鐘頭的 van， 真係幾攰下噶。係啊，忘記講啦，嚟嘅呢一區叫做摩啊摩啊，房間喺樓上咧。好啦，到咗我哋嘅房間啦，就係咁噶啦，幾企理啊，又唔會細間，又夠光猛。睇第一次所先，細細間，但係企你啦。而家係6:06，啱啱將啲行李放咗落房間度，我哋而家又要出啦。我哋而家要去食晚餐。6:00，呢度已經係入黑咗噶啦。今日應該都係冇得玩噶啦，要等到聽日先啦。小伯，我吃些什麼？想吃魚。我們研究晚餐去吃些什麼？這裡是吃西餐的。我可能有 fried rice 和粥。我可能吃炒飯，炒飯夠便宜。沒有吃西餐，正華的西餐店那裡只有一個人做事，我們坐了10多20分鐘都沒有人來收我們。我現在要轉碼頭去一間快餐店那裡吃。波鞋好似二手嘅喎，系咪啊？我覺得好似二手啊。呢度好多嘟嘟車啊！
好啦，而家我哋就嚟呢间快餐店食嘢啦 ，Enjoy the view。而家系7:08，谂住食快餐就唔使等噶啦，都系等咗10-20分钟，都未有嘢食。等咗差唔多20分钟啊，我哋嘅晚餐终于到啦。呢度有个面包，我饿饭。好啦，我要开动啦，好饿啊！7:17，食晚餐时间。而家系7:30，啱啱食完晚餐啦。而家我哋要街度行下，睇有咩喺便利店揾到终极限量版嘅可乐啊！跟住你呢度有细细罐嘅可乐啊！呢间七仔有卖毒蛋嘅，诶，几得意！喺便利店买咗一扎嘢，系今晚嘅宵夜同埋听日嘅早餐。而家系晚上嘅8:00，翻到喺房间，咁我今日就完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